有完没完，到底要跟多久啊？就还没完啊，就说了真的没有男朋友，是跟一整天都没看到吧。所以你现在是号召自己单身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代价有。没有，不行，我们最后不是不放过你，我们一定要问到你。好，为什么灰姑娘的马车不容易被刮伤？因为那个马车是南瓜，对，所以建议大家装逼的都可以改南瓜，好不好？因此可以用南瓜色，就不会被刮到。不用一直解释。Okay, 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要去哪里？要去庙里吗？找如意，是如意啊，养老院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翻身的机会。好 ，OK 吧，这里 OK 吧，这里可以帮问小梁哥吗？我觉得他比较需要，他时间比我早。那我再问你，哪种职业最需要别人的安慰？别人的安慰，把人安慰呀、啊？哦，对，不是，对，天文学家，天文哦，职业哦，对啊，职业啊、哦，因为天文学家需要关心，对，需要关心，你真的是解释王哎、欸！我问你啊，那个卡通啊，蝴蝶死掉了要唱什么歌？蝴蝶死掉了要唱《盛夏光年》，为什么？因为剩下80光年。那你会唱吗？我不装完，我不装完。是吗？是我不转弯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嘛？那首歌怎么不叫我不转弯哦？好奇怪。因为那首好像是那个同志的电影，哦、所以他不转弯。不能转弯。最后一题：曹操字孟德，刘备字玄德，那伍佰老师字什么？这题的答案也是我要给观众朋友的，希望呢大家可以多看看我们的节目，然后给我们一些回馈，回去给我们500字心得 ，OK？ 那我问你，我问你那个为什么你去买面的时候，老板脸很臭？因为下面给你吃、不是下面给你吃脸怎么会臭？很难讲，有些人不喜欢啊。好，因为他是面摊老板。好吧，我们退吧，拜拜，可以走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不转弯。